今天要更新的这一款好仙气的说，食指透黑打底一遍照灯，擦去浮胶，用大力胶颤抖着拉出这种纹理。照灯30秒，蹭上银色的钛金粉，再给它加固封层。中指刷一遍冰灰紫7号照灯，再局部增加饱和度。底胶润光疗笔把边缘过渡自然。照干之后，两边又叠加了乳白色、粉色的幻影胶和黑色的铂金胶，都是每一层照干了之后去叠加。再用彩绘胶斜着拉出这种山丘款。笔都是蘸底胶之后去晕，沾上仙气的蝴蝶整甲加固封层，小蝴蝶的边边角角都要包到胶哦。无名指和中指方法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大家多去练习，灵活变动就可以啦。超级仙气梦幻的一款送给你们，我的手现在已经沦为大胖黑蹄子了，喜欢的宝贝记得点个小心心哦。